毛巾捂着他的脸哦，不知道是不是有见红。是。那就如我们在昨天跟今天赛前所说的，这是一场头破血流的比赛。是，但是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形容啊。人称瞎式跳投。阿良能够还以颜色吗？这一球放天进攻篮板，麦卡洛拿到。这一球出手还是进，不过看起来他的右手肘似乎不太舒服。嗯。林书豪也倒地。好，那现在林书豪第一时间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哦呦，直接击晕了。嗯，确实，这让他可能会有一阵的这个晕眩了。嗯，那现在是拿着毛巾捂着他的脸哦，不知道是不是有见红。是。那就如我们在昨天跟今天赛前所说的，这是一场头破血流的比赛。是，但是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形容啊，但是我们真的不希望看到任何球员在球场上有受伤或者甚至流血的状况发生哦。对。那现在比赛因为林书豪的伤停，暂时要终止下来。看起来龙哥是相当的不爽。在昨天的比赛里面，龙哥在赛后采访表示，他的对他的球员非常有自信。嗯，看起来林书豪应该是有流鼻血。是。当然，林妈妈眉头也是皱成一团。今天赛前，林书豪是牵着他的妈妈一起进到球场来，要来庆祝今天的母亲节。所有的实际的状况，我们在现场没有办法去做太进一步的判断，所以可能各位还是要等到从医院我们做完检查以后给的报告，我们才能真正的跟各位来说。对，那他伸到的地方又被打到地方到底在哪边？他被打到，他是后脑撞到地板，然后被打到大概两部的部分。对，那所以进一步会有什么样子的情况，我们一定在第一时间从医院那边得到的消息之后会跟大家一起来说明。来看一下麦卡洛。哦，哇，不过其实说真的，麦卡洛也不是故意的。他顺势拿到球之后下来的手才顺势下来的时候打到的。林书豪看起来他扶着他的头，现在必须要透过搀扶才能走下球场。担架，现在龙哥希望担架能够进场来让林书豪退场哦。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钢铁人来说，胜负或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希望林书豪能够没事啊。对，没错，还是健康为第一优先了。